一请启动。在众人的期待下，透过创新的 MultiView 多视角技术，同步点亮七大装置与周边街道灯饰，宣告台北最嗨新年城2021跨年活动正式启动。在跨年晚会中将带来演出的歌手萧秉治，也在记者会中抢先开唱，炒热现场气氛。我是射手手，杀无赦的射手，无敌射手手 ，Let's rock and roll。尖叫声在哪里？棒，就是这种感觉，而且还有这个射手舞熟悉的、跨年晚会的演唱啊，风雨无阻。刚刚你自己讲到说，即便是跨年，如果说真的像今天这样天气，对，反而对你来说也是很嗨的。我觉得每次，尤其是下雨很雨很大的时候，然后从那个延伸台走出去，然后陪着所有的观众一起淋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气氛最好的。到明年1月1号前，在内湖区大湖公园、中正区北门广场、松山区民生公园及三民圆环、大同区永乐广场、大安区永康公园、士林区天母运动公园及市府周边，都设置有装置艺术及灯饰，搭配一连串的活动，让民众周周有得拍，有得玩。12月5号星期六，在北门广场有涂鸦；12月6号礼拜天，在民生公园有咖啡手作市集。再来哦，12月12号永乐市场怀旧市集，那12月19号永康公园有亲子夜诞手作市集，12月26号天母运动公园野餐趴，那当然最后就是12月31号哦，这星期四，今年的跨年是在星期四哈、那就是在我们101以上哦。今年观传局在跨年晚会也将首度出动双导播，除了精彩6小时不间断的转播，也独家提供 MultiView 多视角功能，让没有来现场的观众可以选择喜爱的角度收看晚会节目及倒数烟火。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。